天哪，整个游戏大厅都被载具挡住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欢迎来到吃到饱的吃鸡小课堂，今天我们来讲讲关于载具的冷知识，先教你们如何像开头那样让载具充满整个屏幕。我们点击添加好友，然后输入98，接着点击搜索，然后再点击他的头像查看资料，点开资料后就可以关掉了，先退回主界面，当然这时候什么也不会发生。我们接下来只需要重复一下刚才的步骤。返回大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在大厅展示的载具充满了整个屏幕，这个技巧对所有的载具都是有效的。不过你每更换一个载具的时候，都需要重新点开资料卡两次再退出来。不过好像有个例外，那就是摩托车。摩托车利用这个技巧操作之后，虽然也会变大，但是不会在屏幕中间，而是在角落的位置。不过刚才说的技巧只能用于微信区，在 QQ 区是没法完成的，所以别到时候没成功跑过来说大宝大宝你个骗子。那么接下来说一下关于载具的冷知识都有哪些。首先，当你在车上开火的时候，只要按住开火键不松手，然后点击切换座位，这样就能做到在车内不探头开火。第二，当你把轿车的两个后轮都打爆之后，把车辆加速到80以上，同时按住左右任意方向键加急刹，就能做到漂移甩尾原地掉头的效果。另外，蹦蹦车在高速拐弯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甩尾现象，非常不方便我们掌控，而我们只需要打爆任意一个前轮，这样就能做到流畅的拐弯了。还有就是任意载具的车速超过100时，我们跳车之后可以马上点击乘坐重新回到车上。最后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技巧，当敌人丢雷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上车，然后在雷爆炸的一瞬间点击下车，这样就能完美规避掉手雷的伤害了。另外，震爆弹的效果在跳车的时候也是能躲避掉的，或者说下车的时候是有短暂的无敌时间。那么在敌人扫你的时候，当车辆要爆炸的一瞬间你点击下车，是不是就能躲避掉爆炸伤害？这只是大宝的一个假设，也不可能付诸试验，因为分不够扣。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我是鸡大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